噔噔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噔噔，我们要来开箱我们这几天在京都住的饭店哦。而且你发现说日本的房间通常比较小，可是呢，你发现这房间真的很大呢。两张单人床，睡觉互相不干扰，多好。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浴室，然后它这边也有另外这样子浴缸泡汤。干湿分离，没有干湿分离，它就是泡汤跟这个澡堂的概念这样子。然后啊，我觉得这边的设计呢非常的日系。我们先要去吃晚餐。那也是来京都的第一餐。那在住的附近就有一家鸟贵族，就在鸟贵族。那鸟贵族就是类似居酒屋，可是居酒屋的话基本上一般我们都很难点。那它好处就是有这个iPad， 不会日文的也可以很好。然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所有东西都单一价格，那是319还是多少？而且重点是什么？有图片，我们看图说故事就好。对，就全部都319，然后但是含税就是350。早安，今天的京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去清水寺八幡宫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饭店，叫做 Ola Hotel。它的位置呢非常的近，它就在京都车站出来，走路不到5分钟的位置。所以呢，如果有来京都旅游的人呢，都可以蛮推荐这间 Ola 旅游 Ola Hotel 哦。我们今天呢，主要是沿着京阪电铁电车的路线呢做游玩，然后我们需要的是这张京阪电车的京都一日券，只要700块钱，我们今天就可以游玩在很多地方。好，我们现在呢从清水八幡宫的京阪电车出口出来之后呢，你只要往你的右手边看，那边就有一个搭缆车到清水八幡宫的车站哦，直接用刚刚的京阪电车的票就可以直接上去咯。缆车的感觉哦，有一点点像我们去要去就香港的那个太平山的那种缆车的感觉啦。那坐在海景第一排，每隔15分钟运行中。我们要发车了，这台车呢只有4个人，一对老夫妻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来到了国宝，国宝的石清水八幡宫。那，你不是这个，这边、啊、跟着这个走。我是不用，应该不需要。现在我们就要沿着这个步道呢，来前往去八幡宫的本殿。展望台，我们回来的时候再看就好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八幡寺的本殿，
十清水八番宫，你都不要自己去哦。对，十清水八番宫的本店，然后这边的吉祥物呢是一只鸽子哦。那这边呢，当然要入境水俗一下啦。我平常是很少有机会可以，就是参拜神社的。哦，すみません。これチェンジお土産。二つ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用金板列车一日券来这边，练车金板列车来这边清水寺八幡宫的话，你就可以用那个票呢，免费换得一个很可爱的纪念品哈。然后我们刚刚讲到它的纪念品的话，就是鸽子，所以你会拿到一只鸽子哦。OK。玉信桥，我们从八幡清水寺八幡宫那边走过来之后呢，主要是来看被割体，可是被割体的樱花全部都谢了，太可惜了。出清水寺八幡宫之后呢，你往右转就会直接上缆车上去八幡宫。那你往左走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到这边的贝格体赏樱的。可是这边很可惜，樱花已经谢了。耶，我们回到清水寺了。之前来清水寺是不知道几年前的事情了，现在总算等到它的那个大平台整修完毕了。给它整修完毕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去看看整修完毕之后的状况。现在真的是疫情解封之后人山人海啊。走，我真的完全忘记清水寺应该有的模样是什么的，但我知道说里面会有一个可以求姻缘的，是吗？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来到清水寺的售票口，这边的人真的非常多啊，完全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样子了。跟着我们进去里面走走吧。这还是这一次上去还是很便宜，一个人只要400耶、yeah, ，清水寺的门票 ，Go、yeah.。幸福手一个，幸福手两个。如果你想要有正缘，就是求姻缘的话，就是就要来这个地方。虽然现在都是建盖起来，都没办法去。
欸，我们接下来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是叫做英语之龙。英语之龙，那主要呢，它是为干什么呢？就是呢，象征着这个的水呢，不是可以祈求平安跟健康的。大致上 ，something like that。所以很多人呢，就想要来这边，有一点想是你来到意大利的时候，你想去那许愿池，是同样的那种概念，就是这样子。Thank you.